每次回家都觉得门好重。我不太记得上次跟我爸讲话是什么时候了。从小我对爸爸的记忆就是不是在雾里看他，就是看他关门。爸爸，今天学校运动会。或是根本没有他。或是他根本没在乎过我。这晚，搁在处理公司的代志。无啦，小可哪会真了？我想听啦。小雨啊，你爸爸房间哦，该他哪里？What we are waiting for